Hello， 广东电视台娱乐周刊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新成。在我看来的话，可能目前江毅排第一吧，然后李真言应该排第二，李宇冰排第三，最后是贺子秋。因为首先第一点，江毅可能最懂，因为他可能年纪比较偏长一点，就是比较成熟，然后他又是一个演员。一个演员他可能在生活中他可能会运用到他的很多技能，然后其次是为什么觉得是李真言呢，因为李真言他也是属于比较沉默寡言的类型，但他真正喜欢一个人其实是特别专情的，而且他拥有艺术家的真诚的目光。那李宇冰呢，他是意气风发的类型，但是呢主要是因为他内心想法比较单纯，然后更多的是一种往上走的一种心态，所以相对来说可能略微稚嫩一点。那贺子秋呢，我只能说他可能还不太懂什么是爱情吧，他更多的是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我觉得他对于爱情上面还没有想明白，所以是这么一个排序。那既然提到奏鸣呢，我就用一首比较著名的奏鸣曲吧，形容当下生活，我觉得更像是月光的第二乐章，舒缓的轻快，但是又带着一些安静在里面。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共鸣其实挺不容易的，我相信如果我在剧中或者是在哪个瞬间触动到你，那一定是你跟我产生了同样的共鸣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，所以感恩时间吧，感恩这世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彼此，能够让你感知到我。我已经看好了想要去吃一下七层汉堡，然后还有就是火锅，麻辣火锅真的是很好吃，但是一直不太敢吃，因为热量太高了。也许你们明白或者不明白，但是大学四年对我来说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，也是最开心的。希望你们能够在四年中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。